又到了夏天的草莓季，乡下的草莓农场，新鲜的草莓非常的诱人。好多呀，接下来吧。去乡下的草莓园摘回新鲜的草莓，制成美味的草莓奶昔。这是一款非常受欢迎的夏季休闲饮品。取七八粒新鲜草莓，洗净后去掉尾部，放入打碎机中，再加入一支新鲜酸奶，不超过50毫升的凉开水，一点点淡奶油 single cream， 用打碎机将它们打制得尽可能的细腻。将一只草莓切成薄片贴于杯壁，打好的奶昔缓缓地倒入杯中。瞧，一杯口感细腻又美丽可爱的新鲜草莓奶昔就这么简单地做成了。这款草莓奶昔不需要添加任何的糖分，口感清滑，奶香扑鼻。无论是约朋友小聚，或者是喝下午茶，它都是一款非常不错的休闲饮品。感谢您的订阅和分享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